其实我自己穿衬衫的习惯是多开一颗扣子啊，那如果你想要全扣或是再扣一颗开一颗，这很随心所欲哦。再来重点在背后，哇，它的这一个交叉式的破开，然后还有压折的透纱感，整个就像公主一样，可以直接放出来，可以穿长裤，还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已经有皮带的话，好，然后就像一个小披风衬衫一样。那你说这个衬衫谁说一定要就是柔柔的啊？没有耶，有时候我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休闲率性的部分哦，它算是那种西装布料，很好面料，很好摸的那种材质，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，好像是一个中长型的衬衫，这也不太需要整烫，然后压折也都帮你烫好了，那压折的部分就是透纱雪纺，所以才会让你们有若隐若现的感觉。